安尼啦。该你看好的时阵，惊惊袂着顶啦。啊，想要买惊惊，啊，边买落就套牢，吼、哦，真伤脑筋。啊，无打即摆是要安那做才好呢？来啦，来啦，来啦，用当冲啦，对不？贴着盘面，一多一空，刷咧哩。即摆你讲套牢伤济啊？哎，即摆唔敢搁增加资金啦，我嘛拢知啦。当冲，用当冲免分免料，同款照赢，抓着趋势就好啊。现在好啊，安尼即摆大家拢看有啊，啊，你去啊，去六百外点啊，我知啦，我嘛毋是青面啊，我有伫看啊，对无？重点咧，你逐回都啊，要知要知，人个，我来甲你讲嘛，你加入鳄鱼老师的 Light， 这里，嘿，加入鳄鱼老师的 Light 了后。啊，他讲一句实在啊，你加入哪一套，我鳄鱼老师也无甲你收钱啊啦。你加减了解者，你要爱是多一种的老师，吼、哦，帅哩啊，多一种的老师，才是你上好的挖课，是不是？你著逐工啊，甲点一下，哎、欸，今日操作提示，开盘前就甲你做通知，对不？啊、你甲点一下就有啊，就像安尼，8:46，咱就通报出去。哎，讲今仔日这个盘爱安那看？来，美股续涨，四大指数平均涨0.52%，正参差过大吼，啊，最高风险比较大吼，这个爱设计。来，目前美股盘后涨0.23%，日韩平均涨1%。台子开盘起54点，刷咧咧。鳄鱼老师讲，持续走坚，咱要做多啊，去当冲应对。安尼会晓无？卖逐回哦，啊，着火车过在咧崩崩崩啊啦，啊收盘了啦，啊才知影讲啊，今天要做多，我嘛你，请你嘛帮忙一下啊，哈、啊，较讲到遐马后炮的代志，就安尼啦。那讲起啊。那当时鳄鱼老师的话绝地大反攻，哦，伫遮，哎、欸，大家拢笑我头壳空空，那当时啊，有无？一年前落到12629，安尼一路落6000点，对不？鳄鱼老师11月25号12629迄一天，置于死地而后生。11月25号12629迄一天。跟你讲绝地大反攻，阁写一个大字报，大家嘛笑我头壳空空，干么绝地大反攻，输甲拢起空去啊，会惊？我拢知，我敢若用两支股票，用两支股票就好啊，我都有法都帮你翻身啊。你认为哪有可能啊？两支股票就要共翻身？啊，恁都无去改变一下，无去体验一下，恁哪会知影讲迄两支股票是啥？恁嘛爱了解才知影讲，诶，鳄鱼老师在讲迄两支股票是啥？你来感受一下，你才知影讲，哦，莫怪哦，鳄鱼老师讲两支股票就帮你翻身。材料，绝地大反攻100块，安尼高价你买，起到1200块，起11倍，你听清楚，唔是起个一倍。人去，我来讲吼，啊，若过迄种机会，你要爱无？迄唔是乌白景的哦。哎，咱要爱就是口袋名单，绝对要前3名之内，迄种才有法度帮你翻身啦。哎，唔是你凊彩社会标的啦，讲到这种好康哦，我
后一回，哎，迄个翻倍的标股，我准备传达你。在咱这个礼拜六下晡两点，在台北第一大饭店11楼的会议室，我唔惊你知，就是惊你唔知尔。哎、欸，有好股票不要买，啊，那三件、四件、件那个卖两件，这个11倍股票不要紧。啊，我去计熬的啦，百一啦，去到200外就要硬放空啦，去到400要放空啦，去到600要放空啦，结果我了讲嘛，去到1200，你计熬要创啊？伊要伊老师甲你教的功夫啊，这简单呢，你就甲预估，今年会使赚偌济，你就破命甲乘以25倍的本益比，就是它的合理价。那安尼，你敢袂讲哦？人个起一倍，你要空起2倍，起3倍，起4倍，你就要甲空？你不会，你的损失一路一直甲做多。因为都还没有到合理价，安尼人赚到不是这自然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讲嘛，人去有这好康的哦，我已经传达你啊哦，哎，今麦等你来哦，大家面对面，哎，我跟你讲详细，对不？10月14号礼拜六下晡2点，在咱台北第一大饭店，小招盘来拢无要紧，对不？啊，知影伊好伫对啦，你啊看吼，从顶年啦，安尼啦，就材料啦，就一路就材料啦，就一路就材料啦，材料啦，哦，不相信就甲你材料，材料，材料，啊，你敢买？你无买？结果呢？甲你起11倍，甲你敢有期待？一点啊期待嘛无，可惜，有够可惜，有这种好股票你袂晓买。来来来，啊，第二支是啥？我来讲嘛，两支股票都法度甲你翻身啊，银邦嘛是安尼啊，甲你鼓吹啊。啊，我投资者，我就感觉这奇怪，你就纯粹用一个技术分析安尼就赢吗？拜托啊，迄个技术分析哦，仅供参考，好不好？你莫甲当作圣旨啦，迄输死啦。要靠一个技术分析，就要赢，遐简单。来啊，你讲来我看下卖啊，起11倍股票啊，会不会过热？会不会超热？拢会啊。好啊，好大，你甲看看卖。就我甲你解功夫，以你甲预估，伊今年获利偌济，你甲乘以它的本益比25倍多。安尼你就才知道它的合理价偌济啊。你就袂去涨也空，跌也空啊。这个好股票，你就一路甲做，一路甲赢，再一杯，就安尼两支股票，材料，银邦，安尼有帮你翻身无？两支股票就好啊，我安尼讲过再讲，对不？有这个好康，我就赶紧想办法报你知。对，有咱这个免费投资讲座，免费，阁报你上赞、上好、上面的迄一支名牌，等你皆大欢喜，绝对哦，你万载而归。伫咱拜六下晡2点，台北第一大饭店，你对咱波来嘛拢也会好，对。股票输赢哦，才是大条啦。车马费无算啥啦，讲一句实在，车马费啊算淡薄啊尔啦。啊，你着三欠四欠，该欠的无欠，不该欠的哭哭欠，就像安尼。即几日行情，兼要甲你母甲接无奈啊，对不对？话去就去啊，人国际行情啊，嘛无咱台湾的好啊，对。算算最近的行情，台湾上好。啊！你竟然袂晓把握这个机会谈，就敢那安尼十月多啊，伫遮呢，话落就落，话去就去，翻脸就比翻书还快。要知你
听鳄鱼老师讲，你对你来倒，你也看吼，咱对十一二号公祭就好啦。我甲你报新人，你甲摕来做当冲，大家拢用当冲，你都未去套牢，也未去啊，哎，啊安尼烦恼甲未食未困，安尼新人十三块价差，十张十张做到十三万二啊。过来十月三号礼拜二台药会多会康，我来讲嘛，咱做哦、喔，当冲就是爱贴着盘面。会多一空，该咱多咱个多，该咱空咱个空。你啊看，台药安尼一日啊尔十块的价差，即个十张十张来，现赚到十万。啊，你若会晓善用啊，迄个信用额度来助攻，加赚咧三倍，加赚咧五倍钱拢有。我讲的哦，信用额度哦。你讲这十张十张做，你赚十万哦。啊，那营业员开予你的信用额度呢？那是五百万，你加做咧三倍，他做咧三十张，你现赢三十万，安尼好倍无？过来，十月四号，照例，你咧爱行情歹做，我请教你，你对鳄鱼老师来是安那会歹做？逐天有钱通啊赢，安尼会歹做？这赢了伊阁七块的价差，一张就赢七千，十张就七万。阁再来十月五号礼拜四阁照例，连续两天拢照例，人去，安尼又阁七块的价差，人通到这自然呢？你为何歪去改变呢？变逐回啊！就问我套牢怎么办？套牢怎么办？即嘛好啦，套牢啊！我要搁增加你的资金来投资，你敢敢？你唔敢啊？啊，无咱用当冲嘛，免不免了了嘛？十月六号就是信心啦嘛。来，你也看，安尼一日股尔十五块，赚着无遮自然呢，完全拢无套牢的烦恼，是毋是？搁而且呢？无负担，无压力，轻松愉快。这阵是咱做股票的目的啦，对不？人安尼一日久尔，虽赚十五万起啊。过来，十月十一号，休完国庆日，立志会多会康，你看，立志哦，做多哦，你也看，安尼七块的价差。这十张来，十张做吼，啊，就七万，刷咧咧。你啊看今仔日，吼，变变变变啦，搁十二块的价差去啊啦。你无赚到这自然的吗？你先决条件哦，你赢，再来个流仓，再来个做波段，安尼是不是降低你套牢的风险？我那鳄鱼老师建议你流仓的来讲咧。绝对是赢在股票，阿拉讲的赢在，上起码赢5%以上，同工哦，做入去就现赢5%以上咧，你建议你留仓，对，安尼心情上压力就加只小啊嘛，即马就拼过长工啊，哎，是不是会愈赚愈济？反正你赚在啊嘛，你再来拼留仓的话。安尼心情大无同哦，甲套牢，即个你侬我侬，即个死咬你咬的完全不一样哦，对不对？技巧啦，爱用一日啦，咱做股票要安那轻松赢，要安那赢多，即拢系美甲的，对不？你啊看安尼连续两天，就鳄鱼老师甲你报的例子，涨七块。今仔日十二块，安尼好背无？这都是做当冲的好处嘛！我日积月累，赚的绝对比你破单的搁较济啦，而且搁较稳，是稳赢的情况之下，建议你留仓，对不？啊，你这坐下看，今仔日对不？早就应该你出招啊啦，
旺喜啦，我已经传达你啦。6223的旺喜啦，我甲你报告以后的对。你才怎啊讲？哎、欸，有一挂股票真的不错，会打你你摸的。你啊看，7块，十张做，现赢到70000块。我问你，安尼股市敢有歹做？才好报的啊，对不对？看你会晓赢，甲袂晓赢尔嘛。昨日昨啊，我二老师嘛，甲你报高利啊。人伊好伫对我安尼，甲你写安尼嘛，吼，互你遮简单、简单扼要、明了去认识这个高利，涨有无？吼，伫头油正盘的时阵，我讲不可幻想啊，涨到20块的价差，今仔日高利涨停。连续两天拢大起，那安尼，二一老师帮你抓这个转折，甲买进时间点，水无？伊一棒啦吼，对嘛？啊，那这个好股票，来啦，来个演讲会，我讲予你了解啦。就算你南部来，拢还会好啦。看下你点默默收，你敢有叫这种股票？来，我甲你请教的，昨安尼，今仔日安尼涨停，那安尼我请教的，你对南部来，这个车马费会好无？你家己看，会好无？绝对会好。来台北往行行的看看嘛，好啦。多趁即马天气也袂歹，对无？啊，拄好有闲，哎，10月14号礼拜六下晡2点，伫咱台北第一大饭店11楼的会议室，伫南京东路甲吉林路口，哎，这地点介好找。到那标股，我面对面甲你讲详细，倒一种股票才叫做标股，你买绝对哦，互你值回票价。过来呢，自由嘛是啊，都给你报告啊，这有诶好股票，我都报你知，对无？人现买现都涨停去啊！安尼做股票唔再吓怕，是毋是？今日个你阿又未猜，像这红包，你嘛知影讲啊，以后伫对了解一下安尼，对无？安尼来。做得轻轻松松，不是这么好的吗？为什么我就做这个这么轻松的？为什么你做一个股票就要紧张六六七？对不？包括这个亚翔，咱就知伊好伫对，拢报予你知，对不对？来，安尼，4.5块的价差，稳赚啊稳赚，这样的操作模式。甲你敢有共款？无共啊！安尼赢起来的成果呢？甲你有共无？嘛无共嘛！欸，咱请教的，明仔载，想要继续赢无？啊，当然袂吼！啊，袂来来来来来来，咱刷咧，咱着手机啊，甲摕起来，你甲扫描，你QR code加入二老师的 LINE MM888。对咧来，对咧赢多，拢莫计较嘿。嘿，教二老师信息来做多啊，好不好？用上简单的方式，嘿，刷咧咧，用赚上济方法，安尼滴做。你也看讲，咱从清代会员，一天建议三支，嘿，拢三，哎，拢500块以上哟，拢500块以上的个股哦，而且拢有资券的哦，哎，成交量嘛，拢爱较大哦。成交值绝对拢伫5-6亿以上的，迄上界基本，对吧？就算你一张一张做，嘛才好冲的。人去创意，84块，一张一张做都14万啊，都14万啊。过来，利旺嘞，9万，搁刷嘞来，材料8万，
咱无做到尾盘啦，咱就到遮就煞啦，8万。安尼一工三支赢起来就31万，安尼有趣味无？有好赔无？当然啦，我会做啊咯。甲规个台面顶的所有老师拢完全无共。咱的诉求呢，就是伫当冲，而且二一老师的绩效无输人啦。正常哦，是咱主管单位规定啦，我袂使甲你挂保证啦。吼，你一下看咧，对二月啦，人安尼啦，一工一支刀啦，就迄个明日之星啦，安尼348万5千，即阵十张做哦，一月日哦，就赢348万5千，来三月份249万5千，四月份186万，过来五月份277万5千。再来六月份207万，再来七月份337万5千，八月份210万，对不？九月份202万5千，十月日嘛破百，所以讲你伫想无波，想要赢，无伊法度。来，观众朋友，咱先来初步熟悉一下，免费。这投资讲座，伫10月14号礼拜六下晡2点，台北第一大饭店，南京东路甲吉林路口，地点介好找，对不？你要来，拢会使小招盘来，楼顶布楼卡，厝边招隔壁，阿公则煞牵阿妈来。你啊看讲二一老师，即个会员来甲会议。诶，这个会场的时阵，你才甲小赵问呢，讲二一老师伫做当冲，有厉害无？有吼、哦，大月日也破百有吼、哦，要赢，大家小赵斗阵，会记赶紧，你甲扫描迄个 QR code， 诶，加入二一老师来一套，遮趣味的，绝对互你值回票价，吼、哦，啊，要来的观众朋友吼，咱刷招票啊来。啊，是网路先甲恁预约报名拢无要紧，哦，我会甲你传位，哦，但是你若预约报名，下晡2点之前爱到哦，吼，诶，啊无时间到吼，咱位就爱让互别人，因为座位比较有限啦，吼，安尼，啊，明仔载要对二位老师探一支吼，招财立市的这个观众朋友，来，咱手机啊甲摕起来，你甲扫描 QR code 好不好？那我们稍微先进广告一下，稍后马上回来。亚洲投顾黄老师免费投资讲座，10月14号星期六下午2点，地点台北市南京东路2段63号南京东路吉林路口第一饭店11楼会议室，0800-370-888。鳄鱼老师当冲有够的优势又很多，贴着盘面该多就多，该空就空，当冲完毕零持股，就无套牢的烦恼，无负担无压力，速战速决，现赚现好，证交税减半，手续费比较便宜，改变做当冲，有钱又有闲，好眠好人生。亚洲投顾02-2578-3777。三位囡仔都知影，股市有起有落，但是真济投资朋友，只会江湖一波怪，追高又杀低，安尼敢会赢呢？观念甲做法唔改，较济嘛输无够。良心的建议，要赢就爱会多一空。鳄鱼老师用心喊你做伙赢。亚洲投顾02-2578-3777，2578-3777。
要人安尼，逐天赢甲笑嗨嗨，哦，啊你唔紧来，吼、哦，不相信爱行情歹做，拜托伊，咱去啊，搭咧四五天行情，坐起咧六百外点，你嘛还搁咧原地踏步，哎呦，人个国际伫竞争呢，啊，人个还搁咧升息呢，呵呵，拜托，咱趁咱你啦。你这个看顶年安尼一二六二九二一老师讲绝地大反攻材料，去咧十一倍，百一块，甲你起到千二块去。人去，像安尼两支股票就帮你翻身啊，银邦五六十块，甲你吹落去，吹到人来起到六百外啊外去，嘛起十一倍，拜托伊。啊，若有这个好股票，你对南部来台北听阿姨老师的免费投资讲座，拢腰会好，对不对？免费我也不甲你收钱，搁有这个标股，和你不虚此行，满载而归。拜六下晡两点，台北第一大饭店，南京东路甲吉林路的交叉路口，地点介好找。楼顶布楼卡，厝边就隔壁，对吧？阿公煞牵阿妈来，煞咧，咱明仔载即较要紧啦，先谈再讲啦。对阿姨老师安尼，逐天吼，当冲吼，加减谈较袂散哦。赶紧手机啊摕起来，你扫描安尼 QR code 加入阿姨老师 Lite ML 八八八，明仔载对我阿姨老师继续八八八，谢谢。我们是一家合法投顾，免付费专线0800370888，0800370888。本投顾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亚洲投顾黄老师免费投资讲座，10月14号星期六下午2点，地点台北市南京东路2段63号南京东路吉林路口第一饭店11楼会议室，0800370888。鳄鱼老师当冲有够的优势又很多，贴着盘面该多就多，该空就空，当冲完毕零持股，就无套牢的烦恼，无负担无压力，速战速决，现赚现好，证交税减半，手续费比较便宜，改变做当冲，有钱又有闲，好眠好人生。亚洲投顾02-2578-3777。三岁囡仔就知影，股市有起有落，但是真济投资朋友，只会江湖一锅怪，追高又杀低。安尼敢会赢呢？观念甲做法唔改，较济嘛输无够。良心的建议，要赢就爱会多一空。鳄鱼老师用心喊你做会赢。亚洲投顾02-2578-3777，02-2578-3777。请珍惜你勤俭拍拼的本钱，无概念无技巧，唔通伫股市乌白来。顺势就爱尊重趋势。一多一空，赢爱冲，输爱求，赢多输少，套牢唔通死熬硬熬，资金挖起来，做股票才会赢。改变的开始，股市好彩头，对鳄鱼老师做阵赢。亚洲投顾02-2578-3777。